这件是明末清初的青花铜饰品，哦，各位可以看到这个铜饰品的器型就是长这样，各位要熟记啊。它长得有点像是晚清时期的帽筒，只是上面做了一个口啊，做了一个竖口，然后蕉叶纹是向下的。它的颜色比较接近于康熙时期啊。好，这是一件明代的人物葫芦瓶，青花的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这个明代的人物啊，通常都画成这样子，袖子都比较长，有点甩袖的那种感觉。那因为是民窑，所以说它的画风都比较接近随意的状态。啊，这是一个葫芦瓶。这是一件明代万历时期的青花寿字碗。那各位可以看到，明代有一个特色啊，明代瓷器它的碗心会凸起来，我不知道各位这样看不看得到啊，会微微的凸起，我尽量照给各位看啊，它会有凸起的感觉哦，有没有像这样感觉像是凸起的。那早期鉴定家们都说这个叫做月亮底，月亮底哦。各位可以看到，万历时期它的青花都是蓝中带紫，跟清代的折料是不太一样的。基本上这个时期啊，用的都是回青料跟狮子青哦。这是一件清代康熙时期的人物青花观音瓶啊，各位可以看到哈，这个康熙时期的人物啊，它的画法跟明代又有点不太一样哦。它的眼睛画的都比较小，然后胡须都是外撇的，基本上康熙时期用的都是折料。很明显，就像画在宣纸上渲染的那种感觉。啊，各位要记住哦，康熙时期人物就是这样画的。这是一件康熙时期的青花花卉扎斗。啊，那各位啊，扎斗就是长这个样子，它也是独有的器型啊。那康熙时期呢，用的都是折料，所以说颜色跟明代的稍有不同啊。各位可以看一下啊，那里面贴了很多的那个封条。今天呢，来介绍这件明代的青花香炉。首先呢，我们鉴定瓷器必须要先看它的器型，好，拿起来的时候先看它的器型，啊，器型大略判断一下，器型大约是什么年代。像它这个是板岩的，旁边是平的这种，好，这就是有点明末清初的感觉，好，然后再看它的右面感觉有没有老化的现象，哦，这个很重要，哦，我们在学习鉴定瓷器的时候都要先去抓那种感觉，釉有没有老化的现象，有工艺有没有达到那种老化，那种上百年的老化现象。再来呢，就是看它的纹饰啊，像这类的纹饰就是明末清初的纹饰，
它是明代的啊，画风都是先勾边，中间再填青花，啊，像这样子勾边中间再填的青花，而且画的也比较随意，比较豪放，啊，比较自然。然后呢，再看它的胎，一般明代的胎不完全是白色的，它是有一点牙黄色的感觉，啊，牙黄色，啊，这样看应该比较清楚一点，牙黄色的感觉，啊。然后呢，像香炉啊，一般来讲哈，里面是不会，它的底啊是不太上釉的，所以说它会漏胎，会整个大面积的漏胎，然后会有一点点火石红现象，啊，火石红现象。这个啊，当时是民间烧制，所以说一般来讲都是民窑啊，民窑的器物。那我们收藏这种古瓷器呢，要心态要正确，就是说你必须要先从民窑开始慢慢收藏，好，这是基础。然后呢，等到你对这个基础都非常 OK 的时候，你再慢慢的进阶去买一些稍微高档一点的东西，对。这样的话呢，才能一步一步的提升，啊，提升自己的鉴定的那个功力，好，这样的话你的眼力才会慢慢的进步哦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收看。